纪，大地万物在悄然孕育生长，岁月在一夜之间唤醒人们惺忪的睡眼。让我们一起漫步北方山河，追寻极致浪漫，探访童话秘境，点燃欢聚焰火，在中国版图最北端的黑龙江，最早的冬天向你走来。冰块在匠人手中被赋予生命，来世界最大的冰雪乐园，参加一场童话盛会。或者像原野里的生命，纵情于飞雪之中，享受冬日野趣。冬日里的辽宁，寒而不冻，冷而不凌。不论是民俗风情，还是冰雪温泉，慢下来的度假生活，养生又养心。新疆位于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，也是滑雪爱好者的粉雪天堂。阿尔泰山巍峨挺拔，在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，时光交错中体验古老毛皮滑雪与现代滑雪完美融合。今天热气腾腾的冰雪赛事正燃动这片古老而美丽的天地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陕西、吉林、内蒙古，冰雪中国汇聚动人图景，充满冰雪魅力，这是大地与人文的交响，为新的征程续写冰雪华章。